系啊，即系叫阿荣都 OK 嘅，都冇乜问题嘅，都大路嘅名啊，有个福字啊，真系奇怪啊嘛，系嘛 ？OK， 咁我哋咁样嘅，原来我哋喺姓名学上边咧，每个字都有力量嘅。其实福字本身系一个好嘅字嚟嘅，只要佢配合得好嘅话咧，个产生嘅福气系好高嘅，可以。OK， 冇错，但系呢个系产生唔到。OK， 嗱，咁师傅，即系我啊想请教。刘德华呢三个字最正是哪个字呢？最正就是个华字啦。哦，系啦，因为佢咧刘德华呢三个字里面的组合咧，喺呢个五行嚟讲咧，呢个华字咧就系佢嘅财啦，属于系佢嘅钱啦。系，我哋叫做财，财星。嗯。啊，财星嘅意思即系代表钱咁解啦。咁而呢个钱咧，系自己可以收藏嘅。不过主力咧系喺晚年嘅时候，所以少年嘅时候都唔系话十分好，即系辛苦啲，所以都系辛苦，同埋啲钱都未必留得到。O K， 系啊，咁好似听讲都系咁嘅，系咪咩？都系噶，你见到佢都系，其实即系都系系嘛，以前又默默要默默做啦啲戏，依家两三年先必一套出嚟啦，系嘛？